选手进来以后，跟他说叫一号选手，他今天好了，现在一号选手，他进来以后跟他说你有一分钟选，是一般的就五分，然后不行就五分以下，对，不行就五分以下，然后看多不行，然后好的就一号，不用打分，你知道他肯定就不参了，对，我们是在转吗？我们在这儿来做司仪，你们什么时候转？你往那边，你看我们已经开了，照相，你哎，教练，你看我们已经哎。就进来了，就进来了。大哥，今天我们已经处理回避一下，来吧来吧，没关系，不用我都知道你先的，对，我都知道你的。那个是要什么？要多少钱？要可以，看有什么不行。你有一分钟时间，这个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。OK， 准一分钟的。对，准一分钟。这样吧，还有20秒，我在旁边给你。要什么？他们都转了。行。不用了，你都看到是谁了呀？有什么意义啊？好，那从下一个开始。下一个什么都转后面。是第一个的内幕，不要告诉外人哈。现在不用介绍了。哎，这个话好奇怪。换一个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没。这样奇怪。大不大？可以放。但是你看出来挑战的效果。不是，你不用话筒那个录下来的声音。对，但是对，你可以把话筒调小一点。要不你是需要声音小，你不要让它要不要发生火。马上都唱。唱什么？唱《中央山水画》是吧？唱张学友的《雪山红叶》，你是爱我。好。心房的山，却总是不言。有意无意，有情无情，我以为你明白我。我怕你爱我吗？你走不开，是为谁挣扎？谎言真话，全都丢下。有点紧张，但我觉得你音质还不错，音质还不错。那个张口的味道也有一点，但是我感觉有点紧张，觉得没什么。放松一点，嗯，好，谢谢。还有谁要评委一下？对。OK。我赶快转过去，真的是进场这个球。对，慢点慢点，我先清转过去。好好，那我们要看评委，听到了没？喂，就是把声音有问题，听不出来。看一下。
不，你开始我才计时。如果我们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轻易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轻易的从人群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也许我喜欢的，我想要的，我爱的又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。啊，一分钟就很短，之前应该这个预算的。行，这个转了吗？嗯，可以转。给一个机会给你转的，不错。我觉得你唱了两首歌，因为你中间换了调，你在副歌和主歌的部分唱的不是同一个调。对对，稍微升了一点，是升了一点。不是，是你换了调。换了调。你应该是，对，听起来都是比较低，直接就跳了，所以。行。你是紧张吗？有点紧张，对。然后这个本来就是怎么说，那个调本来就是没有特别好，就是。对我来说是那种敏感性就没有那么强，然后有时候唱的话就可能就会跳一下。OK， 好，嗯。下一位，稍等一下。哎，可以。对对，刚才说他的器材的。啊。我觉得这样太伤人了，直播就你一个人怎么？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是当最狠的那一个吗？我可以不当。对，因为不会有人走，还是可以。我没这样，我走一分。他说他们想拍纪录片。对，我们和同伴已经说了。啊，好。那你们就答应。这他的那个博主，我们也不是。哦，没事，现在可以了。两个人拍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这样，五个人至少。除非上面唱，咱们不会往后看，咱往边上看。我很难转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很难转。我可以很难转，但我都好转。这么难？这么难？你最卡皮对不对？绝密，不是我最卡皮，我最三有六十。啊，有分儿有。我没考，转，我每天真的知道。是，我在哪？对，可以三号可以去。那不可别的，可以的。哦，我觉得你才亮这个，但是咱这个选手是吧？哎，我觉得其实前面的选手。各位好，十三号，我要演唱的歌曲是《记得》。来了，等一下，你有一分钟时间。好。记得我拿手背。还有十秒钟，我会做出声音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，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，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都会停的，让时间说真话。其实我也害怕，白天黑了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，谢谢。
这位学长一进来连麦克风也没有拿，所以他就开始唱，然后我都没有机会说后仰给你。是不是很紧张啊？倒翻再倒吧。想想你说。没有做错什么。大哥，这一定要你说，这是你哪首歌曲？我们都转了，你告诉我们，你为他为什么我们都转了，你不转？我说的这个搞得我压力很大。我知道你唱好，但是你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转了。好好好好。停下。其实唱的还可以，就是就有一点建议吧，可能就是，我太紧张，有点紧张，但是这个歌吧，很多地方应该是用真声去拉上去的，不。如果用假声的话，就是那个力度可能也不够，就是只是个建议啊。然后他们故意把我弄得这么密，搞得我就压力有点大。其实你唱的蛮好的，对。但我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听旁边这位评委也看过很多遍《记得》，但是他你可以说是你是另外一种诠释，你感就是感觉比较飘的声音，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尝试，我觉得。还蛮好听的，我觉得。啊，谢谢。我觉得就有一个问题，首先你声音唱这首歌很好，你用假声也相对比较稍微就是在高一点的音量，其实稍稍有点偏离，带有一点就是稍稍升了一点，不到半度的，所以其实还不错。那我让我们升麦，叫什么呀？你也很接近，一下就过了，就有一个评委是吧？我错了。我一猜，就是他唱这首歌有什么歌？但就先 pause， 先 pause。感觉现在名字，我不是选手，就是 David 来采访，他想照点照片。怎么又来了？他可以拍照片。